串金骑士会被击败，两回合五名。出局。今天把装备弄满就破7500了。是啊。愤怒青年。一组都会消寒的呢，消寒的是12串金骑士，终极飞壁黑泡魔物，战利品，所以我可以带两个人了。带两个人，我就直接传一个上去 AOE 就好了。はい。おお。どこ見てるんだよ。どんな戦術？ご指示ください。私が片付けましょう。全死。再见啦，你死掉。剩一个紫金石在旁边，这边都只有被我穿进石金粉直接轰死，这超级大公主 LE。会有早两个小时。游向我的沉迷杀戮，天降援军，南古丽萨，梅露帕尼。公主，就这边也可以去看冬天发生的故事，它有点补完的效果。油腻腻的家伙，海伦娜，文森特，一堆人都说他油腻。油腻腻的家伙，这是油水滑舌。
就是从来没有救过卡文西斯。三回合胜利，难民会被击败。帝国的魔物，联邦变成帝国。山贼团，海伦娜、西林卡、伊露西亚，我知道的就这三人。说他油嘴滑舌，超级油嘴。看金骑兵团。帝国的金王爷，对，这样还是可以用我的传送策略。どんな戦術を。はい。超級どこ見てるんだよ。Go。どんな戦術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我下去。お掃除の時間です。烂哦！どんな戦？頑張ろうよ。快搞错了。どんな戦術？何かお手伝いできることありますか？正義のために。送你。到此结束了。那大人，刀口舔血，厉害的骑士大姐姐。牧民想加入，三回合未必结拜。士官进行学习，安置之所，场应该是赶不上吧，八分钟看可不可以打完。无人阵亡，七回合，七回合，它是不会一个很大的关卡。
像我，好像还这都不知道是不是要派人上，反正来不及，直接先打好了。这根不知道是不是要解开他的那个羁绊。睡前故事。布林达跟那个葛拉九，这关不知道有没有。没血，无人阵亡跟七回合，哎，我只能上海伦娜，好吧。而且还分上下啊，正义的ために。感觉看完羁绊海伦娜与月之名有关系，也可能是后代。命令を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か。行くよ。準備完了だ。五分钟不知道打不打了，我就也会有点紧。正義のために。女ばかりの傭兵団。準備完了だ。女ばかりの傭兵団、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。不行。俄罗。正義のために。行くよ。準備完了だ。来撑。七回合有点赶不上。使命は私が果たす。正義のために。さあ行くよ。準備完了だ。好一格了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か。六回合。お、太郎さん。女ばかりの傭兵団、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。命令を。要走下去。先造陷阱吧。造陷阱，对啊。阿米斯特，
哦，终于在12点之前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弄完，整整齐齐，速战速决。接下来应该因为这关只能出一个人，所以绝对应该不是解羁绊。所以看起来海文那应该是月之名。一人七回合，所以我的布林达就是缩一点就好了。千年的岁月，对啊，这看起来海伦娜就是月球人。暴徒，月之米牛上战斗力应该比较强。耶，荣誉 SSR 饰品出圣诞袜，这么爽！是我要出布林达，我的布林达在哪里？布林达那是一级。我抽到圣杯，惨！我好像布林达不能跟着打，好像有点亏。吞吐云雾遗迹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か。抽到金鹿腰带路过。さあ、行くよ。打不能打又不能打。精灵腰带，说错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か。さあ、行くよ。刚打错字。女ばかりの傭兵団、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。女ばかりの傭兵団、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。我发现是你们死掉了。正義のために。我不喜欢你会变不了脸。女ばかりの傭兵団、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。さあ、行くよ。快跑！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？
さあ行くよ。好像打不完。正義のために。正義のために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か。さあ、行くよ。回合六回合。どんな戦術を考えた？七回合 ，OK。哦靠！海伦娜至少一个人还是撑住啊。最好是近战去跟他打啊。一个 L 一拳杀，实体看速战速决。忠义的见证，感染者报仇，感染者报徒，哇，我拉久了，感染者报徒五回合。德西尔，反叛军。被煽动，
我靠，这么多，还这么近。维拉解油，我看一看，五回合，那就直接，哎，还是伤害 LE 好了。然后所以有血缘弄一那，赏他一发游一，我把酒带，还没什么好带，重步。我要求技能忘记换了，算了。正義の何か行動スタート。一人も逃しません。消えなさい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、ご指示ください。大掃除の時間です。还是下去啊。どんな戦術をお考え。黄，那这样打谁？打罗德希尔吗？准备完了。感染者暴徒未被击败啊！这样我要怎么过后？不是这样怎么过关？どんな戦術を考えた？对啊，感染者暴徒未被击败，就哦，所以要打这个煽动者，打死那个女居民就好了。煽动者别跑！突击！哎，不要不要！那太强了，直接把 A 死。差一点呢，我想他的 AOE 太强，到时候直接把他弄爆了。一开始女王还算蛮正常的，后面比较不正常而已。